这是一包能让你 DIY 的煲仔饭，在配好的砂锅里倒入高品质的大米，水位到刻度线，大火在中间加入鲍鱼，把清洗过的蛤蜊摆上一圈，告诉你的对象你也会做煲仔饭了。摆上几片鱿鱼，持续大火，用酱油包和蚝油调一个秘制酱汁，来一勺猪油，倒上秘制酱汁，盖上盖转小火再焖4分钟，沿着锅边淋上葱姜料酒，开盖的瞬间香气四溢，撒上一圈葱花，海鲜煲仔饭搞定。这是一份传统的广式辣味煲仔饭，水位到刻度线，大火开盖5分钟，米饭吸干水分的时候加入腊肉包，淋上油包，盖上盖小火焖4分钟。我喜欢在最后30秒打入一个高品质的鸡蛋，淋上秘制酱油，撒上葱花，盖上盖，千万不要时间久了，30秒的鸡蛋刚刚好，饭乎创意挑战搞定。这是一份你在家里就能完成的高档餐厅级别的煲仔饭，并且带有灵魂饭焦。这是一份在外面很难找到的创意海鲜煲仔饭，我只能说你千万别错过它，真的太好吃了。这份高品质的煲仔饭，你一定要回家试试，还会配有煲仔。